中埔的一间财神庙庆祝财神圣诞，特别邀请到有台湾技改王称号的法师叶金师，为香客提供独家的七星八卦招财秘法，其中更把八卦许愿池变身为打小人的创意道场，让香客能够一解闷气。香港的那个打小人，他们就针对小人类了，就是在阴暗的角落啦，然后就偷偷的打，偷偷把那个自己的那个恨意啦、杀气就打把它发泄出去一样。袁家南是农业为主嘛，所以咱特别爱为这个农民来发声，安尼哈。啊，喜羊羊公天不下雨又很闷，所以我们都是征召这个旨意啊，到这个南部来设立这个法坛，还有遵照大家的这个生肖啊，这个星座啊，这个星座来为大家除疫啊。除疫最主要呢，就是要有一个啊，这个把那你的那个灾难化掉。不同于香港的打小人，财神庙是在光天化日下进行。祈请本命星君破灾解厄。一大早慕名而来的香客体验台湾版的打小人，口里念着口诀，手拿棍棒大力的往桌上敲，希望能把坏运小人通通都打走，所有的那个怨气都没有。对，应该会，以后应该会有很多好运，活力十足。很开心，很特别啊。对，就是第一次在台湾玩到这种，就是打小人这种的。我们要庆祝财神圣诞，所以我们会举行一个财神圣诞的大法会，其中就大家有看到的，除了我们会那个破灾释财，然后补运图之外，这里是一个七星八卦坛，也就是我们的打小人的法坛，全程都是免费的，大家来了，欢迎大家来庙拜拜，只要功德随缘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希望提供台湾一个不一样的打小人，让大家在解解怨气闷气之后，可以沾沾财气，也可以扬眉吐气。我们提供一个欢乐的台湾味的正能量。庙方说，参加这个仪式完全免费。国历4月26日那天是财神生日，欢迎信众参拜后一起来打小人，转换欢乐正能量。记者黄培采访报道。